Hello， 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有态度的魔安分享评头论足。大家喜欢视频的话，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投币、收藏、分享支持。那么今天带来的就是近期出货的 PB 网线 2G 完美强袭高达。其实呢，对于这款模型啊，我个人倒是不怎么关注，因为相比近期开始预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 PG 完美强袭而言，无论是强袭的舰装还是炮装，包括空装啊，都在通贩的 2G 空装强袭以及空中霸王上出现过了。而且呢，作为限定，在这个定价方面，我个人感觉啊，也不是很实惠。微博私信里面想看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而同时呢，加上我们在视频里面，虽然说已经出现过很多级别的强袭高达了，但是呢，对于 2G， 咱们确实是没有做过。今天呢，对于纯正的 2G 强袭的本体加上装备，咱们也是可以回过头来简单聊一聊。那么正式看模型之前呢，先说一嘴啊，虽然说价格不低，但是呢，模型套件本身是和 PG 的完美强袭一样的，都没有提供空中霸王。而另外，作为新规的板件部分，只有一版而已啊。那么对于更新的零件，之后我们会一一看到。首先呢，还是先说一下这个贴纸，这里给出的是 2G 标准的胶贴，因为模型套件里面啊，是集成了强袭本体、舰装、炮装、空装三套装备，所以呢，在这个标志的数量方面可以看到还是不少的。因为已经做了一些简单战线啊，所以呢，标志部分并没有全部粘贴，只是贴了一些需要补色的必要位置。因为这款模型在零件部分的沿用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在剩余零件部分的数量还是比较少啊，大部分呢都集中在了空装背包上。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今天先从强袭的本体开始说起。那么作为空装强袭的发售时间呢，是2011年，毕竟是 2G 都不算很老，但是呢，作为强袭世纪元祖之后的第二台 2G 高达，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那种臃肿的感觉啊，而同时呢，也没有特别修长的刻画，在这个身形比例方面的表现，目前来看应该算是属于比较中庸的风格吧。我个人感觉还不错。而且呢，作为 RG 来说，标志性的四叉粉色在这个机体上的表现也是比较清晰。那么除了粉色以外呢，在这个外甲部分也加入了不少的刻线处理，所以即便是不上太多贴纸，也会感觉细节表现相当丰富。那我相信啊，当年对于外观的部分表现，大家应该还是感觉挺惊艳的吧，毕竟刚开 RG 我们都没见过世面。不过呢，咱们也不要前戏了，直接进入主题啊。那么对于这款 RG 强袭的本体结构表现，也可以说是一团糟了。这主要呢还是集中在成型骨架、球形关节的连接上，毕竟这黑科技啊刚刚起步，还不怎么成熟。像这个手臂或者是大腿根部加上腰部，都是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拿在手里摆弄，真的就感觉是软绵绵的。特别是当我们这两年接触过改版以后的 RG， 再看这个表现，真的是感觉接受不能啊。当然，就算是刚刚发售的这款新品，这结构呢还是老结构，所以手感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因此呢，各位入手前还是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虽然说关于这个结构部分呢是吐槽了一些，但是呢，咱们还是来看一看枪械本身一些带有亮点的细节吧。比如说，在这个头部可以看到当年惯用的这个镂空式的雪铁龙，在这款强袭上的表现呢，我认为还好啊，外观方面没有太大影响，就是在缝隙里面可以看到红色下巴的分件分色。然后呢，在这个手肘部分，我们通过曲肘可以看到，在这个小臂外甲是带有一处联动效果的，展开流程啊比较顺畅，还不错。而同时呢，在进行屈膝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大腿部分的外甲，包括膝盖部分的外甲都带有相应的联动效果，而且呢，手感表现也是同样很细腻，没有出现回收不畅的情况。那么当前这个表现，就算是现在来看，也是完全 OK 的，没毛病啊。而在胸口方面，作为 2G 级别的模型，也是给出了驾驶舱的展开结构，但是呢，因为尺寸确实是比较小啊，所以呢 ，2G 强袭胸部舱门的装甲展开可能会感觉比较抠手，但是呢，当全部展开之后，这观赏视野还是挺好的。内部呢可以看到，自然依旧还是无人机。那当前啊，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原本强袭的结构表现。因为这一次呢，作为完美强袭是需要外部搭载大量装备的，而且呢，这个腰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表现确实是不行啊。
那么为了提高腰部的负荷强度，官方呢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这个腰部增加了一个环形分件。我们可以看到结构是非常简单的，而这个作用就是套上以后填补腰部的可动空间，来防止模型出现上半身的后仰。实话实说啊，这个效果肯定是有一些的，但是呢对于这种解决方案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应付的。在官方页面上这个分件还单独作为卖点说了一下。那么作为强袭本体的武器，咱们也简单看一下。首先在这个侧裙甲的内部是隐藏了比较厉害的武器，就是这个破甲的小匕首。在这个握柄部分呢是可以进行展开的，虽然说很好用，但是呢在这个全装强袭上展示的机会不大。而侧裙甲的分件呢是外甲安装到成型骨架上的，这个地方连接并不是很牢靠，而且呢一旦掉下来还是挺难安装的，很抠手啊。而标准装备呢是一枪一盾，首先是光束步枪，我们可以看到准镜部分是采取了透明分件处理，并且呢在这个辅桌柄是给出了可动结构，不过啊在这个枪身顶端是采取了浅色的分色。那么关于武器部分的这种配色，我个人啊并不是很喜欢，过度感觉比较愣。然后呢盾牌的话作为 RG 模型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看点，那基本配色都是采取了分件来还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内衬上带有不少的结构刻线，而在这个盾牌和手臂连接件的部分呢则是采取了成型结构配置，说实话使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那么到此为止呢作为强袭的基本装备就这么多，咱们都看完了。如果说正常买 RG03 空装强袭呢是带有空装背包的，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而这个模型套件里面，其实啊是有额外分别给出舰装和这个炮装的背包的，但是呢因为只能搭载单侧装备，而且看这个外观啊也是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咱们今天就不展示这个了，主要还是来还原一下完美全装备强袭的样式。咱们先搭载舰装的外甲，那这个舰装的肩甲呢比较好搭载，其实就是先把这个侧面护甲挂到原本肩甲的侧面，然后呢正反舰装的装甲扣到原本的外层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舰装的肩甲正面则是一个动力管的结构，同时在这个侧面还有小型出气口的配置，而这个侧面护甲呢带有可动，在这个顶部则是舰装的武器之一了，肩部的回旋镖。我们直接拆卸下来啊，然后在这个前端连接上光束特效件就可以还原使用状态了。然后呢在手臂替换盾牌位置的则是一个小尺寸的火箭弹射矛，我们可以看到前端呢是一个夹子造型，内部还有不少的锯齿啊。如果说想要还原弹射矛的释放样式，这里呢也是利用一个黑色的软铁丝连接一下就可以摆出造型了。然后作为炮装的主体装备，安装的右肩呢这里内部需要嵌套一个小分件到原本的肩甲上，然后呢把炮装的肩部装备插上去固定就可以了。炮装装备这边啊，顶部这个类似辅助翼的护甲呢是带有可动的，这个松紧度还可以，可以固定造型。而这个正面武装则是对舰用的火神炮，侧面是红色的导弹部分。而另外呢翻到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红色弹链的分件，那虽然尺寸不大，但是呢对于细节部分的刻画我个人感觉看起来还行。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空装的背包，虽然说之前的 RG 空装强袭也有背包啊，但是呢这一次完美强袭的背包也是做出了一些新规处理，毕竟在两侧需要搭载一舰和一炮。首先呢在这个顶部这个尾翼的机构是做出了延长处理，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末端结构还带有一个凸起的尾翼，而另外通过和这个剩余零件的对比也能看到中间位置是做出了一个延长处理，并没有像 MG 那样给出机翼部分的尾翼结构。所以呢无论是舰炮装备的接口或者是外挂电池组的安装，都是直接固定在本身空装背包对应位置的，这个地方就让人感觉作为新规处理的有那么一些敷衍了。那不过呢稳定度方面也会相应的可靠一些，而相较于普通空装背包外观部分的差别最明显的就是这四个电池组了，基座部分采取了左右盒的分件处理，倒是不用担心会出现挂载不牢的情况了，稳定度还是够用的。那基于本身空装背包的部分啊，在光束进到舰柄这边呢是可以角度调整的，
而机翼部分也能在水平方向实现一定角度的开合。然后呢，在这个下方大尺寸推进器的部分，按照常规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我们可以看到四轴角度呢也是带有可动的。虽然说细节结构没有想象中复杂，但是呢外观方面还行啊，我们直接对应接口安装到墙隙后背就可以了。最后就是两侧的主要武装了，首先还是超大尺寸的对剑光束刀啊，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对应这个刀刃部分以及握柄的尾端加装光束特效件。可以看到啊，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外观展开处理，然后造型的话感觉还行吧，细节方面并不算多，但是呢刀刃的锐利度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手臂握持啊会感觉肩部球形关节不太吃劲儿。如果说不使用的话，我们直接拆除掉光束特效件，然后呢安装到空装背包的球形关节上就可以了。而另外一侧呢就是这个高能光束炮了，那虽然说配色是相对单一一点的，但是呢带有一些镂空分色处理，所以个人感觉啊照比光束刀这边看起来细节会更丰富一些。那相比之下，虽然说我个人更喜欢剑装的配置，但是呢造型表现看上去还是炮装是更好一点的。那炮的使用方式和巨剑不同啊，是直接通过机械臂连接到空装背包上的，所以呢在我们进行展示的时候，因为机械臂的支持吧，会感觉稳定度照比剑装白造型是更舒服一些的。而此时呢也可以看到搭载完全装备以后腰部的这个额外稳定分件的实际效果了，我个人感觉还凑合吧。而同时在模型内部是给出了一个极为简易的透明支架，有支架我相信朋友们都懂啊，就是站立困难户。不过呢这个价位还给这种支架就让人感觉比较寒酸了，我们可以看到官图自己都不用。那么今天咱们是通过这个完美强袭这一套套件了解了一下 RG 强袭的素质，怎么说呢，老 RG 的老问题在这款模型上都可以看得到，像这个胳膊腿啊球形关节松啊腰也不行啊，照比新品 RG 的扎实程度表现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但是呢细节分色呀或者是造型包括联动细节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么为了实现全装搭载啊，腰部是追加了新分件，但是实际效果感觉也有点敷衍。那么作为新规部分啊，都在这空装背包上，可以看到外形和搭载装备的稳定度还可以，那综合表现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还是感觉性价比方面并不怎么高，毕竟也没有空中霸王。而同时新规板件部分呢也只有一板，现在来看万代啊真的是没有良心到这一板单独发售的程度。那本身啊 RG 强袭本体素质呢并不扎实， MG 版本完美强袭座位限定也不便宜，而这样看的话对于本身主体口碑上佳的 PG 强袭的完美形态关注度高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需要等到明年春季咱们再来看了。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朋友们喜欢视频的话多多给咱们视频点赞投币收藏分享支持，同时订阅评头论足的频道账号，最新的节目更新都会第一时间推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